大家晚安。晚安。Hello 蛋挞 ，Hello 潘朵拉 ，Hello 阿亨 ，Hello 小杰 ，Hello Funplay，Hello 安西 ，Hello 小阿光 ，Hello QK 男子 ，Hello 谁人 ，Hello Akira，Hello 浪客 ，Hello Mars，Hello 晚风 ，Hello 哎呦 ，Hello 企鹅 ，Hello 李猴子 ，Hello 呛辣咖喱 ，Hello 真被误会的真男人。Hello 奶油苏打汽水 ，Hello 菲菲尾尾 ，Hello 修哲 ，Hello 班长 ，Hello 马修比丘 ，Hello Hands，Hello 小杰 ，Hello Lanko， 谢谢小阿光的生日蜡烛，谢谢 ，Hello XJ，Hello 好评，谢谢小阿光的生日蜡烛，谢谢阿 Kia 的生日蜡烛，谢谢竹轮的生日蜡烛，谢谢阿 Kia 的生日蜡烛 ，Hello 雨南 ，Hello Eric，Hello。Ellie Hello 李怀 Hello 周 Hello 易经大家晚安 Hello 莫涵 Hello 吉米张诶张法法哦、oh, 是吗诶为什么张法法成为月榜第一超好哦、oh, 谢谢张法法Hello， 有星星了，谢谢你的生日蜡烛，大家晚安。Star Train， 耶、yeah ！谢谢颁奖的礼物。Hello， 汉吉。Hello， Team。Hello， 小杰。Hello， 有星星了。Hello， 伟。Hello， Sleep。Hello， 小杰。Hello。大家晚安，晚上好，晚安。新生代 P 小丁，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三个人就不是 P 小丁了。Hello 大橘，日更日生日月的第一天就那么厉害，接下来真的一定会更厉害。你也太美了，谢谢。就是你明天如果有看到生日图的话，我就穿这件衣服，所以我想说，那今天生日直播感觉可以穿一下。大家晚安。我八月到底有多少惊喜？我最喜欢八月了。是还好啦，就是我不知道哎、欸。大家晚安。好多人进来，有人关台是不是？Hello， 欧塔尼 ，Hello， 健健 ，Hello， 七桃狼，谢谢玉安的米卡有惊喜，谢谢 ，Hello， 鬼之歌 ，Hello， 冠杰 ，Hello， 贝利，对，哇，吓死我了，Hello， 七桃狼 ，Hello， 华哥。Hello， 鬼之歌 ，Hello， 芋头 ，Hello， 何冉 ，Hello， 阿波 ，Hello， 懒熊出没 ，Hello， 四二零一 ，Hello， 康妮 ，Hello， 玉安 ，Hello， 奥斯卡 ，Hello， 阿雪 ，Hello， 子子 ，Hello， 海豹，生日快乐！还没 ，Hello， 新雨辰，谢谢吉米周的海洋之心，谢谢。谢谢小杰的生日蜡烛 ，Hello Reg， 好，对不起 ，Reggie，Hello Secret， 谢谢你的文手礼 ，Hello MML， 还有俊全 ，Hello 没有名字的人 ，Hello 丹花，谢谢你的生日蜡烛 ，Hello River，Hello 呼呼 ，Hello 地球 ，Hello 静耀，点名 Hello 韩杰，是的，倒数53分钟，哇，好快呀、啊！就是每年生日都会开个直播，但是今年真的是有点忙，然后我已经忘记有去年做了什么了，有人记得吗？Hello， 谢谢小野木的生日蜡烛 ，Hello 中和喵喵 ，Hello 小 ，Hello 海豚 ，Hello 包子
他讲好美，谢谢。他的国鼠去年就拍啊，对哈、哦，去年就生日那一天，然后就很多人来了宿舍，然后一起庆祝，超多人。然后原本想要好好跟大家一起唱歌，然后结果唱第一首歌、第二首歌开始，我的声音就哑掉了，然后后面的歌超难听。对，但是很开心，做了就是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派对。然后去年也是我想一下，我去年去了看海，对。然后在前年的话，就是做了那个生日清单，背景音乐很大声。晚上好呀 ，Hello 肉排 ，Hello 阿关 ，Hello 竹人。Hello， 新马转运明天香，生日快乐！还没，但是谢谢。谢海豚的生日蜡烛，对。谢谢潘多拉的生日蜡烛。今年前年是去找向日葵，对。但是后来发现向日葵根本好像不会在八月的头会看到，就是不太可能。虽然还蛮夏天。对啊，我也觉得，自从那一天。我找不到之后都很常看到，然后就有人递给我说哎、欸、你的向日葵，然后他说我已经不需要了。今天有列生日要做的事情吗？没有哎、欸、就是我想要跟你们讲，就是今年真的就是这几天很忙很忙，然后我大概从两个月前开始在想我生日要干嘛。然后呢我就列了一些我想要在生日附近要做的事情，但是后来这些事情都没有时间去做，然后但有几个我是有去做成功的，像是准备就是生日企划这件事情。生日企划呢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拍了一些就是 cover 影片或者是要发的影片，就是在这三天会发，就是我的生日周啦，一二三，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留意一下我的 IG， 反正算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也算是就是希望就送给大家，就跟大家想要让大家跟我一起庆祝生日的感觉。一二三，然后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实在是来不及做了，所以可能我不知道八月还会不会看到，但就是反正我把八月都当做自己的生日。嗯，把那八月都当作自己的生日，就是如果有时间做的话，我就会把它补上。谢谢勇哥的海洋之心。对，今天就是第一弹，八月一号发了我跟易云跟蔡雅恩的 cover 影片，是Oshinoko 我推的孩子的新生 B 小丁的一首歌 Star Train，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欢有马加奈，我的 airdrop 的名字还没有改，我就是有马加奈的朋友。所以我就很想要当有马加奈，对，我就是想要当有马加奈的那个位置，对，就是想要站他的位置跳那一支舞。但其实我本来想要，我也有想过跳三姨妈 B， 但是呢三姨妈 B 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新生的 B 小丁的三姨妈 B 的舞蹈没有那么重，我反正是 Star Train 我很喜欢，而且我觉得超级超级怎么说，很适合零零赖跳，就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不是倒 V 不是满 V 就是满 Y2K 的感觉吗？不是很流行，我就觉得哇，就超级适合零零赖一起跳的，对，所以我就邀请了他们两个陪我一起跳，然后他们也很快就回，就是回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筹备这件事情，但中间真的是太忙太忙了，我们简直是在夹缝中生存，因为就大概其实拍也，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偷偷留意到我发的现实动态的话，那种就是很偷偷发的现实动态的话，可能就会发现哦，就是我在准备点什么的感觉，但感觉你们根本没有发现。Aki 有看我推吗？只有蔡雅恩没有看 ，Aki 有看。对，零零赖的生日企划特效该不会哦？剪辑全部都是我自己剪的，但是。拍摄是找了，就是，我有 tag 那个那边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他们拍的，然后拜托了认识的人帮我们拍，然后就是剪辑是我自己剪，然后服装也是我们去找的，对。预告片看起来超正式，对，但 T 恤拍摄也是那边帮拍，对，但真的很，我在后台，我在彩排的时候一直在剪呢，就是因为真的很来不及。谢谢小易的桃木剑，嗯，然后是买的，想说如果以后零零赖有活动的话，可以直接穿那套去表演服，对，我们的表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Hello。握手会有考虑，但是握手会我们有另外的想法，对，我们有另外的想法。对，就是然后因为我很喜欢有马加奈，那他大家都知道他本体就是帽子，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戴帽子，我一定要戴帽子。然后至于他们是怎么选的话，就是就例如说他们要跳哪个位置，是我完全是我个人决定，因为我觉得蔡恩是超像露比的，就是我就让蔡恩站露比的位置，他真的超像，超级像，就是从闪亮，就那个，我就觉得发型也很闪，发型也很像，然后我就想说，哎，蔡恩你可以跳露比的位置吗？这样子，而且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现实中有看到露比这个人的话，我今天跟林一吃饭，然后我也在跟他讲这件事情。我说，如果看到露比本人的话，我觉得露比他一定是一个超多表情的人，就会觉得真的是他超像的。那我的话呢，我是蛮想要染红色头发，但不好意思，我现在还蛮满意现在自己的这个发色，所以红头发离我有点远，但是我的心是非常的向往着。有马加奈，我是蛮喜欢他这个人的。嗯，小新的帽子是什么固定的、啊？跳舞都不会掉，就是用夹子固定啊。会有一天突然想不开变红色吗？这样算想不开吗？不算想不开啊，红色蛮漂亮的啊。我之前那个桃粉色也蛮好看的、啊。小新今天的发型是包包头，是包包头，很圆的头，包包头。小新没有剪短发吗？我吗？我有剪短发过。我跟你说，真是没有人记得我有剪过短发，就是你是不是也忘记他了？但不是，我觉得大家的对短发的定义很，大家对短发的定义蛮不一样的。我自己是觉得及肩就是短发了，对，我觉得过肩才是长发。有啊，我2021年的时候，不是2021年，再早一点，2020年就已经有那个了，就已经有剪过短发，在 reset 时期我有剪过短发，武丹的时候已经留长了。小晴今天怎么戴颈圈呢？就时尚，好看啊，不行吗？四丹就短发，四丹是长发。但是公式照是短发，公式照是短发。肉团前也有，肉团前有啦，肉团前蛮一年前，肉团一年前我可能是短发，然后因为肉团
甄选的时候我就大概就是到这边附近，应该说还会想剪吗？现在暂时并没有这个想法。小晴先提前跟你说生日快乐，谢谢。有规划明天要怎么过了吗？这个晚一点说。小晴穿这件很漂亮，谢谢。对，然后说到这个，就是刚刚讲到我说的生日企划，那暂时来说就是大概都是发布影片的计划，但是呢，像是这个生日直播，就是意外的，我今年真的是没有准备什么，就是我好像就是我好像没有要干嘛，对，就有点忘记自己是在做什么，但我记得我每年都有在，大家还记得这个小本本吗？就是这是2021的我。获得了 SSKR 的小本本，然后呢，每年呢我都有写，但我已经忘记去年写什么了，所以今年我应该也要写一下。对，叫警圈，没有这个叫，这个叫什么？叫这算 token 吗？警圈，就是警圈，好，这警圈。项圈，项圈。开发是没有要开了，其实，对啊，意外账号法居然还在，居然账号法原本要离我而去，但他选择留下来，我非常感动。账号法是会跟我一起度过我生日的人。对啊，最近真的有点忙，还是再晚一点讲。我觉得我们应该现在来回顾一下我的22岁，法法 true friend。什么什么话？法法一直陪你耶，法法好暖。昨天黑白几点才睡呢？黑白吗？我不知道他们几点睡耶，但是我知道张华凡很晚睡。太早睡。他跟林依云聊到超晚的，我已经受不了，我就去睡觉了。对，我跟你说，林依云，我其实大概到2点3点，我已经猜到林依云会。他待下来就会待到5、6点。对，然后就会跟你聊到天亮。他看起来也没有，是 OK 啦。就如果开心聊的话，一定会聊下去。怎么有办法聊那么久啊？我超累又超饿，然后就是一个继续聊下去，感觉他也想回家。两个人都很顾及对方，然后就越聊越久。看这个，噠噠，我今天甚至连布置都没有布置，我来不及去买东西。我只帮自己吹了个气球，夸哈噜23，我没得动。谢谢有星星楼的，别说了，吻你，谢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去年到底在想什么，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去年为自己讲的什么话，然后再来回顾一下我今年做了什么。大家不觉得今年过很快吗？好，来念一下去年的 ，to 23岁的刘小晴，今年又过得如何呢？勇敢一直是你的课题，在城市啊离开的这一年，哦，刘小晴，你怎么讲那么？在城市啊离开的这一年，你有好好的鼓起勇气，又或者是不看别人的眼色，做自己正确的事情吗？你说你要成为妖精，要成为不死鸟，你有好好的往前走吗？哎，我这个不是念出来的内容，我知道了，等一下哦。最后老话一句，你身边的人都很宠你，所以相信他们，也不要忘记所有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你记得要对自己多点自信，没做错什么，大家都站在你这边。然后23岁，别把后悔留给眼睛。哇，好棒哦。哎，前面这句好戳我，在城市啊离开这一年，你有好好的鼓起勇气吗？
真的是，勇敢一直是我的课题，而且我鼓起勇气写错字，你看，张爸爸，你看，鼓起勇气。别把后悔留给眼睛，就是不要眼睁睁的看着后悔从眼前走。身体健康，我有做到吗？好像还不错。没有，我今天身体很不好。但是，的确，而且他有讲到，就是我去年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情，预言家。坏一句，但这个也是我最近很常就是在想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预言了精灵女王的部分，真预言家是你没有啦，因为有些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呢，就是要对自己多点自信。可预期的未来，我们回顾一下，回顾一下我们的2020。其实我也忘记，我觉得今年过得很快，让我开个日历好了。但也做了很多事情，从八月，去年就是成夏。八月底应该是陈夏的 special performance， special performance 真的是一个让我快乐到疯狂的日子。陈夏的 special performance， 简单的让我想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银河是一首我以前不认识，但是我听了中文歌词之后觉得很想要跳的一首歌。为何银河如此明亮？对，然后跳了银河跟傲娇，傲娇虽然不是我选的，但是我也是跳得很疯。就我觉得 special performance 虽然就是资源有限，然后时间也非常有限，但是那一天真的是我快乐到疯狂的一天，对，就跟刚刚说的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没什么衣服，但是就是希望未来有了有资源，有比较多衣服的时候，可以再跳一次这首歌。然后我很舍不得陈夏离开我们团队，但是我也非常祝福他。他就是毕业这件事情，因为就包括我现在一起升毕业这件事情，我也是秉持着一个祝福大家毕业快乐，就大家的未来一定会朝着更好的方向走的，因为没有什么是错的，没有什么选择是不对的，就是所有选择都是对的，就是看你要怎么去选择。对，但是我很不舍得，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一起生的人，也不是说我不喜欢二期生、三期生，但是我对一起生有很，就是真的是有很，就是有一种很重的爱，就我很爱他们。对，然后九月呢就确诊嘛，原本有握手会还是合照会，然后还有那个四周年演唱会，真是确诊。原本要回家的，原本要回家是哦，但是后来我就回家，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真的是让我很有一点相思病，就是有一点太想家了。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去年，但是不是就是没有，就大概二零
2022年的头，然后我好像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听到了以前的卡通的歌粤语版，然后我就哭了，然后说哇，我在直播上哭真的是傻眼，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是很想家，然后所以我抓到机会我就回去，所以就是我觉得去年下半年就是有回家的机会是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棒，就是让我冲了一下子电，然后再重新出发。华日江，我先去休息了，先让我祝福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勇哥，谢谢你 ，Happy Birthday！ 对，然后到1月4周年演唱会，就是第一次全夏不在的演唱会，然后就是有升格，对，还有什么呢？我真的是有点忘记了，4周年演唱会有发生什么？手牵手宣布，对，4周年演唱会其实比较印象深刻，反而是见面会 ，T 组跟 P 组的见面会，因为那个也是准备了好久，就是虽然时间有限，然后做的事情很不多，但是已经算是就是。一家的想法就是大家的怎么说愿望舞台，而且很难得在 Z 可以这样子让自己我们随意的去办，对，就是还蛮开心的，是很兴奋组，对，然后就开始练手牵手公演，手牵手公演意外的让我觉得很就是慢慢的去熟悉新的主题，但我比我想象中还蛮快的就适应了新的主题。我自己来说，就是我不确定 T 组是否，但是在我处在 P 组的话，我自己是很快就觉得，P 组还蛮好玩的，手牵手还蛮开心的，对，然后就觉得，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练得还蛮急的，对，时间有一点赶，然后就觉得还蛮紧张的初日的时候，但手牵手公演是一场很开心的公演吧，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我其实并没有到很熟悉手牵手公演的歌曲，包括前辈们的公演我都没有到很熟悉，可能有几首歌我有听过，但大部分我都不太熟悉，但就是手牵手变成 P 组 T 组一起跳的时候反而觉得有一种就是还蛮适合我们在跳的感觉，我喜欢就是跟大家一起，就是表演的感觉。16人变多了，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呢，中间还去了好几趟旅行，我觉得我真的是感受到了去旅行的快乐，感受到了就去旅行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比较，其实现在也是啦，就是没什么事情我不太会想要到处走的人，然后我也不太喜欢一个人就是过生活，就不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我就喜欢大家一起有说有笑的，然后晚上聊天的那种旅行，解封了之后就大家都去旅行，对，泰国、韩国，泰国去了2次，然后上海、香港，回家，最爱回家，最喜欢回家了，所以英雄难得，可以直男哥，和好朋友们见面，对啊，还有跟，还有跟，哦，还有澳门，还有跟就是上海。
内学生见面。这件事情真的是哇，就是盼了很久，因为一直在等有没有，就是再可以跟姐妹团成员们见面，就是等工作场合，但等来等去就等不到，在王一佳毕业之前。小晴会穿剩下这一套衣服去生日会吗？生日会会穿猫咪的那一套。下次该去 SH 公园，我那时候就是为了去公园才去的，但是就是很可惜没有碰到，没有遇到。但其实毕业这个课题就是还蛮早开始就。就是有一个心理准备，对，就是我们一起生都会面临的一个，就是可预知事情。然后，当然我也是慎重考虑了，蛮久的。就先不说我的状况，但我自己是蛮不舍的。我觉得无论我今天是留下还是。离开，我都非常的不舍得我的朋友们，就是一起生的所有人，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也不确定，就是自己这个不舍的心情会维持多久。从一开始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老实说我虽然我这样讲，但对，就是我个人意见，就是我觉得其实五年还蛮长的。有些人在五年之中就是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有些人在五年之中就是发现自己可以做其他事情，有些人就是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有些人就是想要继续的去完成自己想做到的事情，就是各就是大家都五年，在这五年之中大家看到了很多事情，经历了很多事情，就是从特别是演唱会让我印象真的是非常深刻，因为其实很多包括 VCR 也好，然后我觉得最让我爆哭的是做就是披萨影片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在讲我们甄选到现在就是很简单的去讲完一起生的历史，然后我在做 PPT 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就是王一佳不知道该怎么做 PPT， 然后是一边他在写歌词，然后我就先用张浩华的电脑先做一个简易版的 PPT， 然后做一做我就开始哭，因为我觉得你不没有看赖哦，就是我以为只是他就是你因为其他事情哦，真的、哦、就是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虽然。我在哭是因为除了 TP 时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在前一点点的时间，就包括甄选也蛮长的，就是我突然回顾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可能就像刚刚一样，我只记得前面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去年我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我去年我写了什么我也忘有点小忘记了，但是我突然就记起来，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五年真的是，我以为很快，但其实我们走了好久的感觉，然后觉得哇，其实我们一起生，真的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做了很，其实达成了很多事情吧。我想用"达成"这个词，因为。我们其实从很多人都是素人开始，就是我们没有很多，我们对这个业界、对这份工作、对这个身份一点认知都没有，是从很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孩，然后走到现在已经做了五年，我们有上过舞台，我们去过很多地方表演，然后我们也一起就是。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这样走过来，然后想说哇，五年，我以为很短，但其实我们真的走过了很多日子。所以，就是可能，如果一些从五年前就开始跟着我们的人，可能感受比较深刻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五年真的还蛮久的，所以我觉得。
无论这个时间点上大家选择了留下还是就是去发展更好的未来，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野餐的段落是一起顺着大家想法，其实蛮多 VCR 是我们的姐姐，就是影像部的姐姐们，就是帮我们想的桥段，但是是偏向我们走过的轨迹这样子。对，然后就真的很戳，然后就觉得这段时间嘛，其实前一段时间我都没有那么的感伤或者是想那么多，但是因为预备这个一起生演唱会，其实真的让我回想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经历了还蛮多的，然后对我看我那个五年，其实五年前影片大家好像在去年我生日的时候有曾经给过我看，就是粉丝的大家为我们教徒们帮我做那支影片，我现在也记得，虽然就是还蛮害羞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也不是没想什么，是想要怎么说呢，我没有那么的想过五年后会长什么样子。所以就是想说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把自己想就是想到的东西先讲这样子。野餐是哪个时期的回忆啊？应该不算是回忆吧，就是一个野餐而已，就是大家一起野餐，就是大家很开心的野餐。然后我我刚才想讲什么忘了，等一下。我刚才讲到什么，对不起。我刚才讲到什么，是谁打断了我？打断了我，让我突然断掉了。哦，那五年前就是，对，五年前回忆我本来已经看过了，所以就是还好，就是我就觉得我在讲一些很无聊的东西，就是不是那种很认真，是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呢？就不是那么认真的东西，反正就是我在。每年都我都说我每年的生日愿望，我都一直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稳重一点的人，但是我还是没有那么的稳重。但就是我在去年我已经改掉这个愿望了，我没有强迫自己要成为一个稳重的人，但是我希望我的思想再成熟一点。对，但是呢，就是我真的很容易，我每次听到我自己。因为 VCR 的声音会在耳返那边传过来，对不起，我今天会讲很多我可能会哭的事情，就是你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不怎么爱哭的人，或者是你们觉得我反正我不会哭，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哭得很丑，所以我不太爱在镜前哭，对，但是其实我很感性，对，但我今天就是反正今天没差嘛 ，my day， 我就多讲，就是我就想讲一下，就是一些我的心情。还会开声波吗？会的，就是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会觉得就是我受不了我自己哭，因为每次我讲到那个点我就会很想哭，就是关于成员的事情，因为我很重视我的朋友，就是我说的朋友就是一起生的，就是他们真的是我来台湾认识的人，第一批认识的人，然后他们帮了我很多，就是无论是精神上的支柱，还是真的是物理上的陪伴。我觉得我住在宿舍真的是太好了，就是因为宿舍就是
大家都很宠我。我虽然我年纪很大，就是偏大，超可爱的，好可爱哦，乌龟。就虽然我年纪偏大，其实我不是妹妹，我算是姐姐了。宝宝。对，但是我是一个老宝，我是个大宝宝。对，我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但是他们真的很照顾我，他们真的很照，对他超照的。我是个老宝宝，对，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对，然后也很感谢每一个成员，因为大家都对我很好。其实不只有一起生，就是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不懂为什么我可以遇到这么好的人，就是这么好的大家，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包括我现在在看我直播的大家，就是教徒们也对我很好，就是所以我在今年，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今年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快，然后有一种没有做到很多事情的感觉，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到很多事情。哦，你们干嘛在飘？谢谢。然后谢谢我泪之大风的海洋之心。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我一直在今年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遇到了，礼物会让你们飘，就是谢谢谢谢生日大礼，谢谢。就是我一直在想说，就是那么多人，就是支持着我，期待着我，但我其实是我想多少人会感受得到，我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别有自信的人，我就是爱搞笑而已，但是我。不太自信，就是要一直大家去提醒我，跟我说你其实还不错，你要加油，我们都在支持你，就是要一直让我感受到，我才会就是知道我自己还不错这件事情。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太那个？但是因为我真的会觉得我自己很没有自信，对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这样子。我可能没那么的，就是会有点退缩，就是这是我不够勇敢的地方。就我知道这件事情，而大家也默默的感受得到，所以大家总是在我觉得感觉我需要的时候，默默的飘来了很多讯息，飘来了很多，就是会跟我说鼓励我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祝我生日快乐！谢谢谢谢，都在给美宝周桃，谢谢 Lucky 的告白气球。然后我在今年就一直在想说，那么多人，虽然我就是，当然我没办法说我真的是一帆风顺，就是我真的是也有遇到过挫折。在这些时候，我会在想说，那么多人期待着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时候，我必须去回报这个期待，然后我也很迫切的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做得更好，让你们为你们争光，对，为你们争光的感觉，就是我想要回报那些看好我的人，支持我的人，对我好的人。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期待我可以做得更高一点，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很害怕让大家失望。就是我觉得我很迫切的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可是
好像还没办法，就是完成的成为那种让大家就是感到怎么说，就是没有拿到一个很让自很让大家期待的那个感觉，没有达到大家想要期待的那个地方。虽然我知道你们愿意陪我继续去等，或者是说陪我一起度过每个时刻，但我也会很着急的想要让大家赶快的感受得到，就是你们的选择是对的，就是不会让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没有再向前的人或是之类的。对，就是今年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我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回报给你们的。谢谢你们，因为我真的是想到五年真的很长，就是有些人五年就开始支持我了，就是我怕你们累了，我怕你们怎么办？怎么办？我要哭了。我怕你们累了都还没有感受得到，然后最近就是又觉得，就是一边不舍得这件事情，一边又觉得自己第一次讲这些事情，但是最近这个时间点是让我蛮想要去想要跟你们讲一下，对，就是未来，就是我对未来是充满了不安，就跟易云讲的一样，就是相信大家也会对我们有一点点不安，然后就是包括我，虽然他没有说我们，他是说大家可能会对未来感到不安，但是那个感到不安的人其中一个也是我，就是我会很对于很多事情感到不安，就是我意外的不是一个蛮坚强的人吗？对，所以他其实讲那句话还让我蛮感触的，我其实就是他让我就是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听完之后应该有比较，就是觉得啊，就是林依云讲得很好，我也觉得对，我会对未来感到不安，可是我知道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去经历的，然后没有挑战何来就是跨越吗？对，有压力才会有进步，所以呢就是我很不安，但是我会想要去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强大到可以去安慰到其他人的情况。
我已经开始忘记我原本想要干嘛。其实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要讲那么多。反正就是，我就很想要跟你们说，未来虽然就是会有很大的变动吧，包括一定会有最大的变动是我身边的大家，就是宿舍的大家都不会跟我一起住了。但是，哦，我好不舍得哦。对，但是呢。但是呢，就是只要还可以跟大家见面，在我可以做到的情况底下，我会尽力的去回报所有看好我、想要支持我、期待着我去做到更多的人。谢谢你们。就是一直在我身边。哈哈。就是这样啦，天哪，我真的是很不喜欢在镜头上落泪，但。啊今年就是比较感性一点，然后倒数五分钟，啊，今天还是乌龟，可爱，为什么有乌龟啊？是要跟摊贩买单，分享。准点要看一下跑马灯，什么跑马灯？还有三分钟，对，就是。我其实前几天我真的非常的感伤，因为伤感列车没有，但是就是因为我真的很舍不得他们。我想你们超级，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太会讲话，就是我没办法去表达出我多不舍得他们。但我想大家都应该感受得到，就是对，就跟我表现出来的那样子，反正就是我真的很不舍得。但是，而且我也没有要走出来的意思，反正我就是想说。还有一天，还有五分钟，好不好？还有五分钟，我还可以，就是继续做这个看起来就是比较很不舍得的人。但是23岁就要坚强一点，这样子。反正过生日，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我很喜欢过节日，然后生日其实也是蛮一个，就是我很喜欢，例如说5号、10号、30号这种50这种整整齐齐的日子，我很喜欢。就例如说。过了5号之后，我就不要那么感伤了，什么之类的。那就再5分钟。香港列车是一个电影的名字哦。22岁呢，就是还经历蛮多东西，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每年都在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好，还蛮好的，就是一直在体验新的东西。我希望未来我也可以继续的去。不停的思考，不停的烦恼，不停的想东想西，之后慢慢的成长起来吧。谢谢你们。23岁。不需要，不需要。
意外的，我觉得就是过满，就是这里很快就到23岁了。我来的时候才17岁，17耶！从17走到23岁，不觉得很让人想哭吗？怎么会到23岁？怎么在23岁的呢？对啊，天哪，时间过得好快。卫生纸，再给我一张卫生纸。好，在哪里？哎，这里，没事，我找到了。我们没有准备蛋糕，反正就是软倒数，是这样吗？23岁，小心一定会越来越好。23岁要干嘛？23岁要写这个。看来 SSK 哦 ，SSK 啊！我先看这个会哭吗？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超容易弄丢东西的人，但是这个我绝对不会弄丢。对，30秒，哎，张老板帮我倒数。我们来猜过了12点之后有多少人，多少成员跟我说生日快乐？零。剩15秒，等一下，15秒，4 13 14 15 16 5 4 3 2 1，刘湘琴23岁了。可能，哇，还好吗？哎、欸，你额头红了，真的假的？是吗？那个，这个，哎、欸，救命！对不起，耶、yeah! ，小狮子，我要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哎，林玉信跟我说生日快乐，哎。等一下，谢谢。哇，林雨欣第一次那么准时哦！生日快乐！可以。好吧，我说到林雨欣的事，哎、欸。我的灯一直掉下来。然后最近大家有没有？所以我现动很快。不会，最喜欢看你发现动了。谢谢荣哥的海洋之心，谢谢大家，23岁啦！哎，王一家祝我生日快乐！但现在看不到，谢谢 CQMK 的新片子。对，我23岁的第一分钟打到，就是拉炮打到我张爸爸。哇！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耶！王一佳，谢谢王一佳。你问他。可以，你先听一下，你想要什么？耶！谢谢大家，生日快乐！今年23岁啦！呜！耶！跑马灯！呜呜呜！
好可怕。多累。我猜我要加罗丽婷。还有柏林。还有柏林。谢谢。谢谢 my friend。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ハッセン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いです。イエーイ、ワリちゃん、谢谢你。呀！来祝你生日快乐了。谢谢狮子，谢谢啊！你弄倒的话，我就讨厌你。太棒了！生日快乐，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23岁，刚刚回顾了。我看，我看，我哥跟我说生日快乐。我妈跟我说生日快乐，谢谢。耶、yeah, ！我妈说。是你妈妈总爱发长讯息、啊。对啊，妈妈干嘛一直发长讯息？妈妈好狠哦！哎、欸，太好笑了。除了多利多汁。除了多利多，你要顶级日晒干味敷衍口味，谢谢。黑钻法国黑钻，怎么这样啦？哦，可以啊，这个就这个。一坨心里哪里满是油腻？念出来，要念出来吗？哥哥再不来看小弟公演就没机会了。还，我哥对偶像没有兴趣，我哥对我也没有兴趣，他没有不用许愿他会来，他应该不会来。别讲了，你想听是不是？他会不会生气？他在看直播。他应该没有，你会生气吗？你在看吗？他可能不在看，他在跟你说。我来，没关系。你看得懂吗？看得懂啊，我念啊。亲爱的宝贝，不可能，请祝你生日快乐。先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放第一，接着祝你事业更上一层楼。不禁觉得你去了台湾6年多了，那么多年来，我记得你一共回来4次。你要被水滴雨了，你在路上了。我不止4次啦，我今年都快回来4次，我怎么可能只回来4次？他是怎样？好爱。所以可以说你很小就开始出社会独立生活，开始要照顾自己。在6年期间，你真的没有给我什么麻烦，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有苦自己啃，有苦自己吃。唯一帮到你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经济上支持过一小段时间，还时不时讲一大堆无厘头问题、八卦、不理解事情的分析。想起来真的要赞你啊，赞你真是好优秀好勤力，也认识了好多身边认识了好多朋友，对，就算是不是知心朋友闺蜜，但也多了很多朋友，见识广了，看问题格局了，看问题格局了，他在讲什么，
处理人事关系更是灵活了，总讲一句比你爸妈更优秀。他说我比他优秀，我真的要被他笑死，哎，好好笑，我妈真的很好笑一个人。嗯，妈妈又过了生日又大一岁，妈妈祝你身体健康，希望你可以多学一点知识。你这个行业真的是好艰难才可以生存啊。所以好，后面我自己看。嗯，千万千万要开心的过每一天，要想一些开心的事情哄自己开心。这是你23岁生日，所以我想要跟你讲这些话题，想要跟你说这些话，最后还是要跟你讲一句生日快乐，爱你哦。好真实啊，好真实。我妈是一个讲话很好笑的人，她有时候讲话就是讲得很无厘头，但我觉得就怎么说，这也是我一个有一点小难，也不是难过，就是心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说到回报，就是一直看好我的人，支持我的人，就是很想要回报给你们。那除了粉丝们以外，就是真的是无脑支持我，就是我的家人，就是他们真的是，他们会讲我，就是他们会训我，也不是训我啊，就是他们没有训我，他们就是我妈会一直跟我说一些，就是他想要跟我，就是他会跟我分析事情，像是我有一些烦恼，我也会跟我妈妈讲，那我妈也会跟我说她的想法，那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全，就是他也不是完全认同我说的所有话题，就是他还是会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也会吵架，我们也会就是讲很多很多，就我们也会吵起来，然后就不讲话，然后之后，但是第二通电话一定都会好起来，这就是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在一个很充满了爱的家庭，就是他们。真的很支持我，就是他们也不能说支持吧，就是他就是很支持，但是更多是他们真的很疼我，他很心疼我，很宠我。嗯，所以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我应该要就是我离开了他们，我妈也是一个超级害怕寂寞的人，但是其实我也蛮担心她，我也蛮担心她一个人会不会太寂寞，就是她也是一个很怕寂寞的人，所以我其实很想要跟我妈妈住。对，但是不可能，因为我的家是在香港，所以我为了梦想，我为了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来到了这里。所以我觉得，既然我做了这个决定，我一定要就是让他们觉得我这个就是不要让他们太担心我嘛。就是毕竟他们会一直想说我一个人到底，因为他们看不到我在做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我的生活24小时在干嘛，就是他们一定很担心我，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太担心。对，我也很想要做出一些成就回去给他们看。对，但妈妈，但他们会一直说，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我的朋友也是这样说，他说已经做好，可是我觉得，就是离开家人，
就是离开家人本来就是一件就是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他们，就是帮助他们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唯一能够做到就是让我就是不要让他们太担心。对，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多一点回去去照顾，也不是不能说照顾，因为我其实我蛮不会照顾他们，但是就是陪伴他们。耶，陈夏跟我说生日快乐，谢谢。谢谢陈诗雅，爱你，最爱陈诗雅。找妈妈来台湾玩，可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大家讲得很轻松，就是当然去旅行完全 OK， 但是我觉得就是实际上这个其实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的家的确是在香港，就是而且我妈妈其实比较不太爱去旅行，所以她可能就不太回来这样子。嗯，但就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的家人就是在我的家乡一直就是支持着我。对，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没有那么简，就是比如说哎妈妈来了妈妈来讲，对，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希望就是虽然没办法在他们身边陪伴了他们，但是就是有感受到他们一直的支持，然后我也有在帮，欸，虽然是他感觉他们好像帮了我很多，但我也一直帮他解决问题啊，他那些工作问题真是需要我提点，没有啦。所以就是我不确定，因为好，这很吃运气或者是机遇，但是我的最近的目标的确真的就是有机会可以回到，就是带着 TP 嘛，就是有机会好了，不要说带着，就是有机会可以去香港表演，就是我一个很大的目标，是我一个很最最最最近期内最想要达成的目标。对，所以香港嘅创伤，香港嘅各种活动欢迎联络 AKB48 Team TP。 希望有香港表演的时候公司不会忘记我，公司不要忘记我，可以选我到就是活动的参与名单里面。我说哇，终于有机会了，终于有机会，然后哎，名单里面没有刘晓晴。对，希望香港的香港 event 可以邀请我们 AKB48 TV， 顺便指定留邀请。嗯，酷啊。这是我近期的目标，也希望这个目标呢可以赶快达成。有，因为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所以希望赶快有我们的第一次，赶快来，赶快到来。对，好，晨晨，我的宝，
晨晨说生日快乐，我会想你的，爱你啊，每天要开心哦，谢谢宝，我爱你。琪琪也跟我说生日快乐耶、yeah, 谢谢琪琪。谢谢 Jazz 的生日蜡烛。昨天他的娃娃有绿帽，因为我不小心把他的染发失败，我把他 加一顶帽子。我看到有人 tag 我，但是我现在在直播，没办法回耶，没办法看。好吧，例行的来写一下我们的图啊，我不知道耶，晶晶这感觉只能写到这今年耶，明年24要换了。今年的目标想好了吗？不知道耶，等下讲出来就有了吧。24岁，请容我沉默的写完，大概要5分钟，等我一下，谢谢你们。但是我放低一点。
黑莓，我在写。地瓜的味道，地瓜，海带芽这个吗？可能是吧。
OK， 果然还是要身体健康，你知道每年都要祝愿自己身体健康。哎、欸，可是我觉得很有用哎、欸，因为我还算不错，我身体真的是蛮健康的。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你们也是，注意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哦。牛奶，确实，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大家祝贺我生日快乐，生日真的是很开心的，就是。生日就是可以，就是得到很多人的祝贺，然后对，很开心，谢谢林毅也跟我说生日快乐，等一下，怎么那么可爱？少彤跟我说生日快乐呀！可爱哟，呀，可爱，谢谢你。他学生真的是幸福，好可爱啊！少彤，天哪，少彤，少彤超可爱的，少彤。少彤，你知道吗？你很可爱。少彤，十二月我等啊。少彤一直都蛮宝宝的，可是少彤很高，他其实很瘦，但他就是你知道我心中的宝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不好意思。生日快乐，谢谢。我们来想一下，我来讲一下我2023年的目标，好正式啊，好正式呢，就是2023年，不是2023年的目标，2023到2024的目标，我最近开始就是觉得很长。就是有讲，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东西，就是没办法把，应该说我有很多想法，但是没办法把这些事情变成一句话。对，但是我现在想到的是，就是想要成为团队里面。可靠的人，就是想要成为支柱，就是可以帮到别人的人。就有时候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去帮到别人，但是我想要去帮忙。然后对，然后呢我在想朝着自己那个喜欢的自己、理想中的自己继续前进。
有很多事情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然后我也知道有很多事我做的还蛮不够的，但是我会去相信累积这个东西，虽然现在很不擅长，但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慢慢的累积各种经验，一定也可以就是成为更加就是接近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没有准备，所以我没有没办法说漂亮话了，可恶，我最喜欢说漂亮的话。其实我还蛮想要跟姐姐拿一下，就是我那个时候穿校服在看以前的影片的时候，我写了一段，就是他说想要对自己，我写了一段，就是他说想要对自己想说的话，想要对自己现在自己说的话，就是。我在想，这算是我未来会一直想要达成的事情，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好，这真的是每年的课题。然后去回报那些对你好，然后看好你的人。对，然后。好像说，就是，黎明总会到来，对，黎明就是破晓，对，与其等待漫长的黑暗，不如成为照亮黑暗的光。所以我希望与其默默的等待，不如成为那一束照亮黑暗的光。对，那时候好像我讲的时候刚好前面从张雨林阿潘跟林毅还在前面，然后我想说他们绝对会觉得哦，刘晓晴又来了，刘晓晴真的很喜欢这种话。无论是什么，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熬过去，我们也会就是不放弃的继续向前走。这样啦，可以的，大家放心吧，我们都很棒，我们可是一起生的，我们可是一起生传奇，希望大家，希望我们，我不确定，我觉得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又好像一瞬间就过了。我很可惜，就是没有，就是可能疫情嘛，我真的是最可惜，就是疫情的那一年。然后我觉得一起生可以，也不是一起生，我觉得 TP 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可是很可惜的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对，那希望一起生走过的轨迹，一起生能够留下，给大家留下一个。就是在大家心里面留下我们的足迹，就是我们是神话，有人说我们是神话，谢谢，的确，谢谢，谢谢大家，
哦，真的好爱他们啊，好烦啊，真的很，我会很想他们呢。谢谢蛋挞的生日蜡烛，谢谢。会有人蜘蛛传奇的一起生的，谢谢你们。真的很酷哎，就是我觉得一起生人又很多，但大家都蛮不一样，就是没有哪一个人是特别的，就是好像跟谁很像，就是很少这样，就觉得一起生每个人都好蛮特别，各有三十有三十个吗？二十几个人有二十几个人的颜色，大家都是宝藏。但我也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不一样的颜色。现在新的后辈也进来了，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虽然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一直的就是创新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嘛，反正就是现在今天这个阶段过了之后一定又会创造出新的色彩，难过。所以未来会一直到来，对，未来就是都是未知的，每天都会有明天的存在，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以后就是总在一起生有衣服的已经超过99个人，那怎么办？好酷哦，应该，但是感觉会重穿的，就是说再给你们选，就是说我走了，我毕业了，然后有人想要再选58的话可以穿58。好酷，我觉得会这样子。1-99任选。谢谢 To Win Win 的海洋之心，对，期待全新的篇章，就像是一本书翻开了新的篇章一样。对，你想要看的话随时都可以翻回前面看，你就可以去回顾我们的影片，但是要知道后面的故事还是会继续写下去。 To be continued， 很会讲，传承数字的感觉。谢谢新的58，还没，我还在。Sorry， 58是我的。呀、yeah, ，谢谢，好开心啊！世宇跟我说生日快乐，谢谢，给他很多波浪号。谢谢大家的红玫瑰，好啦，再次感谢大家，快要一点了。因为我想说，之前的话感觉我会开个问答，看问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问题，可是就想说最近声波已经很长的开问答了，大家可能问到都没有事情要问了。开到生日结束，你说开到明年吗？再次说一声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8月公演，在8月几号？8月19、20吧，18、19、20。最后一次喽，各位。要来哦，大家可以看线上，
今天玩瘦了，没有抢到，可惜啊。八月都是生日月，大家可以买线上，真的是最后了。我想说没关系啊，反正现在不哭什么时候哭？难道大家都走了，就是在自己房间里默默哭？所以我还是会把我的感情全部释放出来。对，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生，毕业生们一起度过最后的公演。一起生演唱会没有回放，好可惜。对啊，可惜。现在好像没有开回放，是不是？就是之前，我妈妈想要买公演的线上，她还说哦，好像没有回放。其他公演那时候不敢看，要看，现在不看什么时候看？就是要这个时刻，就是要一起，要一起走，一起看，一起，就是我们要一起，这个时间线要一起走下去。水滴鱼在台上跳，是不会了。妈妈拿着荧光棒看电脑喊口哈鲁这样子，妈妈应该不会拿荧光棒啦，也不会喊我口哈鲁啦。这次看演唱会有什么感想？他就说，如果第一天我给你85分的话，第二天我给你90分。他为我打分数，谢谢他。谢谢小易的海洋之心，好高分，我还嫌低呢，没有来开玩笑，是没有那么高。其实我自己想说，你干嘛给我比分数？妈妈有看到法法限动吗？没有吧？我给你95分，没有那么高了，没有那么高，但是就是。我一起生演唱会，我好像没有讲到一起生演唱会的一些感想，因为我都在声波跟张爸爸的直播一直在讲，所以我久，但是有一直在策划，就久，但是有一直在策划，就是这两个月里面还蛮就是一直在准备这件事情，对，然后昨天有讲到歌单嘛，然后包括一些歌单也是我们成员其实有曾经跟姐姐提过，哦，在想要在毕业之前，或者是说想要就是跟大家一起跳某几首 UNI 曲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选择了这些 UNI 曲。对，糖果呢不是我选的，但是我被排到了糖果，但我很开心，因为我以前就很想要，还蛮喜欢糖果这首歌的，然后。问说要唱哪一个，就是因为老师也说，就是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跳哪一个位置，我就说我很想要跳就是 iPod 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以前很喜欢阿米娜桑，就是萨朵阿米娜桑，对，就是一个前辈，他真的很可爱，然后我很喜欢他，所以我就是还蛮想要唱他的位置。喜欢他真的很可爱，他有演，他有去，他后来当了声优，然后他有配偶像大师，大家可以去听，他也可以去看 Under 149，但是我还没有看偶大的 Under 149 U 149，真的很就是很可爱，喜欢。但是我们居然来不及上来，就是放，就是可能 Echo 哥哥
就是早了一点点发，然后我是跑过去的，然后我跑过去，然后还来不及。现场大家你们都看到，疯了。但还好，后面我甚至是用跑的，后面还不错。然后裙子呢是，衣服呢是我们算是我们自己搭配出来的，然后裙子是我加工的，然后一手上面的糖果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好累哦，我真的是很急耶，就是三套要做三件裙子，然后裙子的糖果跟球球跟蝴蝶结都是自己弄出来的，然后一些设就是都是我缝的，然后还有什么？但是呢，上面的钻是我实在是就是很想要分工，对，然后是蔡恩帮忙粘那些钻，我觉得蔡恩粘的比较好看，我比较不会粘钻，就是他粘出的钻这样子。对，其实很多衣服都是我们准备，大家可能觉得说哇，好像很多新的衣服哎，感觉很漂亮，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要把这个演唱会做得好看，就是我们去找衣服，然后每个人去准备自己要做的最想要的衣服。对，虽然预算有限，但就是大家还是很尽量的。对，真的非常感谢工作人员姐姐，就是很多像是沿途风景，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姐姐一朵一朵缝上去的，帮我们去找那个白色的衣服，然后缝上去。然后像是我们的裙子是我们自己做嘛，但有些也是就是工作人员生出来的。那秋萍还有白色小礼服。对。还有那个黑天使的裙子原本很长，然后是那个就是缝花的那个姐姐推荐我们去的一间改衣服的店。谢谢每一位姐姐。去改的超快，不愧是这方面的领域的姐姐。就是不得不说，大家都很帮助我们。对。姐姐们真的辛苦了，每轮都是希望演唱会成功的，然后就是都花了很多心力在这上面，真的很感谢你。对，而且很多姐姐其实真的是也是跟我们走了一段时间，就是还蛮长的，就是一直在身边。也有很多姐姐就是可以讲吗？应该可以讲吧。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毕业，就是。这件事情让我们非常，就是我非常难过，就是我在后面听到就是雨晴在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到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很舍不得每一位人，然后就是姐姐们真的辛苦了，就是虽然就是有很多发生了很多，反正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有些姐姐要跟我们一起毕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舍得，然后也觉得真是辛苦了，就是辛苦他们了。对，所以我们后台就哭成一片，然后哭到庆功宴还在哭。没有，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玩得超开心，但是我就是很感伤，就是伤感列车没有，是没有到水滴好不好，就是很丑哎，在庆功宴没有，第一天比较丑，第一天太夸张了，也不知道是谁叫我，就是我们不是升格，然后走到前面去，然后不知道是谁叫我回头看，然后他就指你，然后就呜，整个人是这样子、啊。哎、欸，我看不到东西，超级丑，吓到！这很丑，真的，而且我樱花瓣哭得很惨，是那本那些吗？对。然后突然，因为第一天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蕊要拍大合照，我忘记有这件事情，感觉就要，但是我忘记这件事情。他说他好像是谁 Q， 是雨晴 Q 啊，雨晴就 Q 说
露出你们漂亮的脸。然后我就跟妙说，我漂亮吗？他说还可以啦。我想看照片。超好笑，对，还行啦，还好有头发，还好我不是露额头的人，嗯，对，我是有刘海的人，遮一点点，还好，因为回头让你哭更惨。就是我真的很，你们真的很烦。就是我就叫我真的是，但我讲不出来话。我想说高一组不要再过来了，就是我很舍不得。所以他过来的话，我就很想哭。就是你们每个人过来就来抱抱，没事啦。我才说你们不要跟我讲话。然后后来就是散场的时候不是挥手嘛，然后忘记你跟我讲什么。然后好像你想要跟我抱抱还是怎么样，我说别抱，我说爸爸回后台再管我，我说走开，对，就眼睛就是张开的那个，哎，我就会点头哭法，你会这样，然后围进去，然后一直在点头，一直在鞠躬，走开，我看到你们就想哭，就是太那个了，太。心里面真的是太最软的那一块，对，破防，大破防，因为嘴巴很瞎，就是还是鲤鱼，就是鱼，好可爱。你觉得，就我不是在发那限动吗？如果要 take 他们吗？我觉得还是不要 take。什么限动？柯品涵的四周年的，哈哈。tag 啊。小青是水做的女孩，小青是什么做的女孩？我是水做的，我是充满了光跟火。精灵是什么做？是一些光跟一些光芒跟一些纤维。突然觉得水滴浴好可爱。兔咪咪，你要不要去查一下？你去 Google 查一下水滴浴。你们要不要去 Google 查一下水滴浴？我跟你说，你们吓死，真的是。晚安，生日快乐，谢谢。就点点点，好丑，他被公认为史上最丑的生物哎。水滴鱼很知名的，谢谢，我现在也变得很知名了，谢谢。他有发影片，就是你最帅的皮鞋掉下那个，然后你在哭嘛，然后你一就走过来说你在哭哦，他说对，我在哭，然后你一笑得很开心，我想说好笑，哪有人这样子的，他真的很怪，你在哭，看不出来吧？还要我讲？对，没错，你在考我。他也哭啊，在那边。第一天没有啊，他有啊，他哭了，然后大家很兴奋，你们这些毕业仔都很兴奋。第二天没有。第二天没什么人，没什么人在哭，我觉得心里面放下了，就是比较像是真心。跟最后我回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想哭。回来的时候，大家蛮多人大哭一场，因为真的是最后了，就觉得很。我是全场哭最惨，不知道在哭什么，哭得要死要命，哭了十几次。但其实我每一场毕业宣布毕业的时候，我都哭得很难过，就是没有在台上哭，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是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对，就是我脑袋会有很多画面，就是我会
想象的，我会回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会想象很多东西，然后就会觉得很寂寞，然后就会想哭。灵异哭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认识很久，我会觉得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就是什么很少哭的人，但我以前比较常哭，但是现在比较就是跟他说一样没血没泪，对。但是我觉得是，就说他变坚强啦。他会因为什么事情？在意的事情，废话，自己的事情吗？我不知道哎、欸。他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哭，还是他以前也是那种紧张就会哭的人啊？很以前，蛮以前。但我其实也长大了，对，大家都长大了。就我会觉得要坚强起来。我以前也是个很爱哭的人啊，我知道，我其实我完全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不那么爱哭，就是从我有一次练习的时候，然后我真的很慌，就是我没有跳好，那个时候练那个老师编的舞。然后我就哭，就是因为 Mina 哭了，然后搞到不小心感染到我，然后我不小心跟她一起哭，然后我们就被老师骂。对，老师有，还有记得是。我就不敢哭了，我以后不敢哭了。对，就说有哭的时间还不如去练习。然后我就想说，我有啊，我有，只是心里着急。为什么这么容易哭啊？因为心里着急焦虑吧，就是急了。就我是感性的人，就是很容易，就是说我太生，所以我不太爱生气。我太生气的时候，我激动起来我会哭，就是那个是情绪。小太阳生日快乐，谢谢谢谢金耀。不是无助，不是委屈，不是委屈，焦虑就是急了，急哭了。我真的很喜欢老师哎、欸，就是，啊、哦，我今天回老师的贴文呢，回头我看一下，我跟他说就是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老师，然后就是开一个玩笑，就是说就是，因为老师很常骂我那种问题学生，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毕业的话，应该就会轻松很多，少一个欠骂的人，然后他说你已经不是我会担心的人了。哇好那个、哦，进步超多这样子，好，哦、好错、哦，好难过、哦。是啊，张华法，你是？熊妹也是啊，熊妹。你们都是。加油，四星神。老师真的是。刀子嘴豆腐心，超级，啊，加油吧！我跟老师说，我不会再迟到，我真的不会迟到，我会不迟到的，我会提早十分钟到。好吧，做不到，我应该准时到，我会准时到。之后我就是我们就是前辈了，我们真的是变前辈了，现在三四期，越来越搞不好明年五期嘛，就是你隔了四期，就是我跟他的时间点是隔了五年这样子，搞不好会就是再一次，你就可以越来越当越长到28岁，再一次什么？再一次什么？就继续待在这个地方。你说，如果我继续待下去的话，我就会越来越多后辈，然后就会
我的资历，我在 TP 的资历就越来越高，就是老人大前辈那种神仙级的那种。我希望我三十岁可以结婚。我希望我三十岁可以结婚。我今天有问我林雨欣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说十年后你觉得你在干嘛？因为我十年后三十三岁嘛，我说我希望，他说你觉得我们还在 TP 吗？我说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在，就是我觉得我不在，三十三岁必啊，三十三岁真的有一点，我觉得不会，对，林雨欣也觉得可能不会吧，对，十年哎、欸，真的是三十三岁。不要了，让给大家，让给大家跳了，好不好？我愿意，我愿意回来看演唱会了。我没有要，我想要观光票，想要看大家。嗯，我会邀请你的。你还有王一嘉跟高圆圆。如果我有那么多家属票。而且就是你们家长可能也比较不会到场，我吗？对，就其他人可能会说，哎、欸，谁谁爸妈，谁谁爸妈，但你好像不会。对，我家人没办法来，可以邀我。无论多久都会继续推销情感，谢谢。你觉得如果以后重新组合会叫什么？TNP 啊，我觉得不会、欸，我觉得 TP 已经蛮好的了，因为我们就是 Team TP 啊，我们就是 Team TP， 所以在组的话会很、啊，就是已经想不到了 ，reset。哦、oh. ，那我进团的时候你们都还没有出生呢，我不想讲到这一句，我不想讲这一句，我进团的时候。但我今天在，我今天在跟他聊说，我想要跟大家约，约一年之约，就是不约那么久，就约一年，一年后我们再去那个店，我们去吃饭那个店聚餐。对呀、啊，要定什么之后的一年后？嗯，八二六。对。啊，好久、哦。感觉很尴尬，已经这不是团，也没有什么那种。哇、啊，就是有点像同学聚会啊。是吗？不知道。会不会已经有人结婚生子了？不可能吧？太快了吧！就感觉那也是蛮酷的。如果我们一年一年约的话，就可能有人就开始慢慢的，就有人结婚，一个两个结婚了。他说：“哦，今天不能来，要顾小孩。哦”小孩生日什么的，来的时候大肚，不要给我八二六生日哦，现在每年都不能来。太快了，好青好浪漫，不是好浪漫的，好青春哦。对啊，我想我会约，我会约你们的。期待，好了，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可爱路，23岁啦！谢谢大家。好了，我要关播了。谢谢大家跟我一起度过了22到23岁，不止那么短，就是还跟我一起走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时期。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说什么有你在真好，就是我也觉得有大家在真好，对，谢谢你们。唱一首歌吧，你们想听什么？伤感列车怎么样？不错啊，你要跳吗？这里吗？可以啊，太小了吧。放在哪里？放在这里。伤感列车，法法要跳吗？法法不会跳了，我要毕业，这蛮难的、欸，就是我们练很久，一直被老师刁舞。他感觉是除了入门以外第二难的歌了，就是我们的歌来说，因为我们的就是我觉得，所以我其实蛮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
编排还我还蛮喜欢的。南木板位，就是我以前就很喜欢黑暗那对黑暗，很想跳这首歌看看。可是我真的要毕业。伤感列车，小金跳超好看的，谢谢你们。就是我真的很开心，嗯，说到这些话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蛮重视的。可是伤感列车我觉得没有很伤感啊，是因为你们想到了很多事情才觉得有点伤感。可是这首歌我觉得是蛮，算了，它故事来说是有一点点啦，但我觉得我表达出的情绪就没有很伤感，我一点都我觉得很棒。从你十七岁陪到你23岁。我也陪了你5年，你也长大了，小易。因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你家里如果就是中间来一段，就是这个什么，可是他如果时间允许，就不会跳伤感列车了。就是想讲什么？他不是很晚才宣布毕业嘛，然后所以没时间排 solo。嗯，然后他就是只能排一个上台的部分。我想说，如果他就跳完伤感，然后就是你们都下去了，然后他就像昨天讲的，他就像下车的人，他还在台上，然后就是跳 solo， 就是但是两来不及。哎，他如果来得及的话，他也不会跳伤感。不一定耶，但是因为他临时找一个人。推上去你家那个位置也是，因为他就要重新再学，可能是 Annie 也是来不及学。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Annie 也会在里面。A 不出数字啦，谢谢大家。好了，大家可以多贴我的握手会，等你们，我们慢慢聊。终于田园奔走的银色电车，缓慢车速，缓慢脚步，缓缓驶入站台。好奇的你回来，幻想你上车的一幕。灰色制服将我束缚，忙碌假期的日子里，我在认真复习认真大地，加油把你给自己打击。耳边略有听说，我和你的距离，不妨碍我为你默默的加油鼓劲。这一切仿佛被这座爱情无从确定，躁动的回忆深陷自己感情的漩涡里，也无法解答。毫无防备早前的时光，居然书写着悲伤，所有的意外迎面浮现我而来，怎么不安的心跳在一起不去喧嚣，向来一旦大声宣告，还有多久若能履行自己的情愿诉求，是否能够解开这段犹豫的心结，太多无可奈何，一切都无计可施的时刻，这班伤感列车时光荏苒，毕业前一定要一点的上演，这一班列车噔噔
毫无防备，早晨的时光居然书写着悲伤，所有的意外迎面扑向往而来，所有不安的心跳在一直不去喧嚣，先来一段大声宣告，还有多久若能履行自己的情感诉求，是否能够解开这段忧郁的心结，太多无可奈何，一切都无计可施的时刻，这半伤感越沉，不要停，继续前行。毫无防备，很容易，很容易破防，真的吗？毫无防备，早晨的时光，早晨的时光居然书写着悲伤，所有的意外一面不是我而来。我最喜欢这个地方。毫无防备，早晨的时光居然书写着悲伤，所有的意外一面不是我而来。我觉得我们跳得很好，就是我而来的地方，就是蹦蹦蹦，放蹲，所有的意外音乐谱下，放下起，放下起，放下起，忐忑不安的心跳，在一直不喧嚣，先来一段，要来一段大声宣告，超难，这里超难。好喜欢哦，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哎，以前就很喜欢。我很喜欢他们的衣服，蓝色的那一套跟黄色的那一套我都很喜欢，超喜欢。本来就没有多少防御力了，真的很容易破防哦。好喜欢你，谢谢。对，但我刚刚没有开嗓，所以没有很好听。哼，下次再唱。好啦，要结束了，我们来唱一首 Happy Birthday 吧。Happy。谢谢吃西瓜的续谢谢吃西瓜续费那个粉丝团，谢谢。噔噔噔噔。一起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念今天的排行榜吧，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的直播，跟我一起度过这个生日，然后还有就是送了很多礼物给我，谢谢。来念，今天念啊，今天从100名开始念好了，会不会太长？等一下啊，
你们要等我哦。第100名是 Yui， 我就这样念上去哦。谢谢 Yui， 谢谢 GG， 谢谢 Loli， 谢谢果冻九号，谢谢笨猫，谢谢王一家，谢谢 Tomo， 谢谢佩拉，谢谢懒熊出没，谢谢红茶，谢谢新宇城，谢谢小杰，谢谢迷失翁，迷失渔翁的力，谢谢嘉儿，谢谢冷伟，谢谢安莎卡拉卡，谢谢秋翔，谢谢 Alex， 谢谢XTX， 谢谢大橘，谢谢雨辰，谢谢小野木，太短了吧，这个 Happy Birthday。谢谢土伦，谢谢切尔东，谢谢李猴子，谢谢廷瑞，谢谢半奖，谢谢咖喱，谢谢红烧阿牛曼秀美，谢谢老沙，谢谢阿璇，谢谢米酒，谢谢 Pet， 谢谢 Wiz， 谢谢熊熊，谢谢 Jess， 谢谢海豚，谢谢 Bonnie， 谢谢小阿光，谢谢秋日红，谢谢奶油苏打汽水，谢谢微微，谢谢思琪，谢谢阿 k i l a， 谢谢吃西瓜，谢谢小许，对不起，谢谢小红，谢谢剑骨，谢谢张汤尼，谢谢伟，谢谢潘朵拉，谢谢小杰，谢谢品客，谢谢小管面线，谢谢小姜丝滴大，谢谢 Blanco， 谢谢徐阿北，谢谢917，谢谢果酱家，谢谢瑞生，谢谢 Benz， 谢谢尚华，谢谢阿菜，谢谢豪豪，谢谢小迪 Mina 郑，谢谢静瑜，谢谢吴建立，谢谢 Kenny， 谢谢汪汪，谢谢小子小子，谢谢竹轮，谢谢蛋塔，大嘴蛋塔，谢谢公大，谢谢 Lucky， 谢谢博成，谢谢玉安，谢谢 Jackie， 谢谢 Andy，谢谢荣哥，谢谢呼呼，谢谢勇哥，谢谢哈塞萨，阿尼亚都在吗？谢谢华伟，我眼睛有点干，看不到了。谢谢艾拉，谢谢安西，谢谢 Stephen， 谢谢 Orange 大风，谢谢 Selin， 谢谢 River， 谢谢没有名字的人，谢谢 Two Win Win， 谢谢黑杰克，哦，黑杰克是第十名，谢谢第九名，盖美包，谢谢八名。灯火，谢谢第七名游戏 Hero， 谢谢第六名 CQMK， 第五名终于谢谢，第四名是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三名是中海喵喵，谢谢中海喵喵，第二名是 T， 谢谢 T， 第一名是小易，谢谢小易，还有所有的大家来看我直播跟我说生日快乐，大家谢谢你们。截图时间，哎，我的接着时间来纪念一下今天。看，你们看是正的吗？还是反的？垮了是正的吗？是正的。嗯，我眼睛好干哦，等一下哦。张。截图时间，大合照，大合照，在反光，哦，超干，超干。我手脏脏的，为什么？摸到那个，哎，我手指好歪哦，你看，鸡爪。还是讲。今天、明天、后天，每一天都闪亮闪亮，耶、yeah! ！谢谢大家陪我一起度过了今天，度过了昨天，来到了今天，哇！23岁，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开始。祝大家每天都顺心顺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年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耶、yeah! ！好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大家晚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生日会
再庆祝一次。嗯，生日愿望是希望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做到想做到的事情，大家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所以希望我的愿望会成真。嗯，那就拜拜，下次见咯，拜拜。谢谢你们，大感谢大感谢，未来也请多多指教啦。